红尾水渠常在溪边岩石上停立，雄鸟的尾羽呈栗红色，尾羽灰白相间的是雌鸟。红尾水渠在溪边停立时，尾巴会像扇子一样上下摆动，惊起四周的小虫。当昆虫飞起，它们便会急速捕捉，成功率极高。比起人类的眼睛，鸟类的视觉系统更加发达，可以看到四原色及十二种主要组合色。依靠这一特异功能，它们可以一眼识破昆虫的伪装。在武夷山脉海拔2000米以下的落叶林地带中，生活着一种罕见的鸟类——白腿小隼。如果说猛禽是鸟类的视觉高手，那么对于地栖鸟来说，眼前的食物更为重要。我国特有的黄腹角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，大多栖息在海拔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地带。这种蛭类身体笨重，不善飞翔，主要在地面活动，采食植物的果实和种子。蛭类的视网膜中红色部分更多，就如同戴了滤镜，可以加大食物和土壤的色彩对比度，有助于它们精准地找到美味。对于鸟类来说，各自不同的视觉系统是生存法则的最好诠释。300多种鸟类在武夷山脉自由翱翔，振翅高鸣。这片缤纷多样的原始密林，成为了鸟类栖息的天堂。